这个武士开道，兵车相随，主人居其前，后面夫人居其后，这个出行的一个场景。前面有两个这个武士开道骑两匹马，剩下了三辆车，每辆车是四匹马。一辆车呢，这个有一个木俑，站立的木俑，车上这个腰挎剑，车上还有发现八字解读人生，风水改变命运。大家好，居士从业风水26年，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针对八字测算、风水布局、命理分析、事业财运、手相面相、感情婚姻，有独到专研见解。如果你的财运不佳，情感不顺，诸事烦心，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82135，一一帮你调节化解。记住微信26682135。都是诸侯王的，而且我们发现这个墓呢，三辆真车马都有这个伞盖。这个据史书的记载，王子的这个乘的这个车都是这个青盖朱班轮，就是绿盖红色的轮子。要发现高庄汉墓三辆真车马也用了这个青盖和朱班轮，和这个李志安。